好，今天我们猜2023年抖音上最火的美女博主哦。第一个，我觉得有点像丹丹。不对啊，不是丹丹啊。丹丹比她漂亮。真的吗？丹丹出来，我不知道。你有这个自信吗？没有。是那个巴旦木。哎，对，巴旦木公主。巴旦木。缺了一颗牙，挺搞笑的那个。她好清纯啊。嗯，谁啊？不知道，不是哪个图？哎，对，成什么优什么呀？哎，对，是的，不知道，下去吧，不知道。小梦，小梦比她漂亮。你要点脸吧？不是我，她是果果。哎，对，果果，果果 K。在啊，我知道她的前段时间拍那个权杖的那个的。哦哎，对了，这个是那个黄玉瑶。对，是的。哇哦，不知道。cosplay， 不知道。还在这儿。cosplay 我只认识你，懂的，我懂的。你们看来你们不了解男人呀、啊。我记得他们就是玩 cos 的美女，变装美女。叫什么名字 ？cosplay 只认卡琳娜。我是卡琳娜，我之木南。哎，对，哎，你懂啊？哦，这个不认识，这不知道。蔓越莓，产品叫什么来？蔓越莓。你竟然知道蔓越莓？可以啊，蔓越莓没到你啊，叫蔓越莓到你，都算了。是谁啊？啊，这个很熟吧？那去吧。啊，彭石榴。哎，对了。哦，皮柚。哎，对。蛮漂亮的。我要你说，这一个富贵，哎，对，哦，哦，这个我认识，一粒小沙子，哎，对，是吧？都喜欢大家，他那个是你，不知道，再去吧。这个没有人不认识啊，易木林啊，怎么我就不认识？怎么？这个还能不认识？都进娱乐圈了，这应该是游戏吧？嗯，嗯，问你呢？哑巴老婆，哑巴老婆是什么？周淑怡，我记得是。哎，对了，看来这个你们还是在行啊。